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好，我是龙阳。各位早上好，我是宋鹏飞。今天是2019年1月13号，星期日，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农历的腊月初八，也是传统节日腊八节。古人呢有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在这一天呢，我国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有喝这个腊八粥、吃腊八蒜的习俗。是啊，俗话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呢就意味着春节的序幕正式拉开，年味一天比一天浓。那你的家乡有哪些不一样的腊八节习俗？今年的春节你是会去故乡和父母亲友团聚，还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又或者是在鞭炮声中坚守工作岗位默默付出呢？欢迎各位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说出你的迎新计划。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摇一摇来参与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每天我们将会免费送出50本书。那么今天的节目您还将看到以下内容。冬春季流感活动水平上升，多地医院延长工作时间，应对流感高峰有哪些误区需要警惕？稍后专家为您解答。人民币70周年纪念钞走俏，百张连号钞市场价格上涨1倍。专家提醒，收藏者应理性对待钱币市场升温。法国巴黎一面包房爆炸，已致40多人受伤，3人死亡，爆炸疑似天然气泄漏所致，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确认事件原因。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你喝了吗？想家的心开始躁动了吗？今天的早间秀，龙阳将带你重温家的味道。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媒体新势力啊。这几天呢，网络上有一个关注度特别高的事件，而且也是一件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的事件啊。说的是四川有一名女子啊，这个手术之后呢，纱布被遗留在了体内啊，而且4个月之后呢，这名女子就死亡了。那么11号，攀枝花市的卫计委通报了这件事情的调查结果，认定呢，这是1级甲等医疗事故，攀枝花红石医院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他的相关责任人也都被依法处置。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是做引产手术，做手术的时候都做休克了几刀，做成大出血的时候都抢救了几刀。我老婆肚子痛，医药费了，我感觉不对头。我老婆检查里面都没检查出来，我住了好多次院，住了几个月的院，5个来月的院。我意识到我的心头想那些，我动个小手术，我老婆对不对？要我老婆的命。我就请法医给我鉴定，看到破口后，我都看到肚子里面小肠里头有纱布，和腹腔里头其实也有纱布。手术做完了，结果这个纱布呢留在了病人的体内，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本来病人到医院来做手术啊，是来解决问题的，结果呢带来了更大的问题，甚至还丢了性命啊！这个悲剧啊，真的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痛心。尽管我们经常说叫百密必有一疏，但是手术台上很多时候决定着患者的生死啊，这医院是绝对不能够有半点疏忽的地方啊，医生和护士更是容不得疏忽的一个职业啊。人民日报就在这个官方的这个微博上评论说呢，致人死亡的不是纱布，而是粗心呐。
遗留体内的也不是纱布，而是责任呐、啊！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岂容如此儿戏？庸医害人，问题医院坑人，被处理那也是咎由自取啊！应该有这么一个下场。这个手术刀下有生命，敬畏生命，从遏制事故开始。那么反思这件事情，我们还应该看到医院出了事儿啊，你不能当一个甩手掌柜啊，监管部门呢更不能坐歪你的屁股啊。希望这样的事情啊能够越少越好，最好是不再发生啊。好了，各位，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近年来呢，以这个迁道啊、留名啊等等方式来破坏文物古迹的旅游陋习，一直是为大家所诟病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报道过啊，在旅游景区到此一游，在西湖边，在那个大石头上刻字儿的啊，还有些倒是石碑上刻字儿的，这种事儿屡有发生啊。这个游客哎，有的时候发现啊，就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这种不文明的陋习不仅仅出现在石碑呀、石壁上，甚至又出现在了植物的叶片上啊，在植物上面刻字。最近呢，你看在福建厦门的植物园里边，有不少的游客就发现，在网红多肉区啊，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多肉植物长得胖乎乎的，特别的可爱啊，这叫多肉植物区，哎，而且是网红，一株株的仙人掌的叶片上呢，被人都刻上了很多的名字，在仙人掌上刻名字，这个仙人掌就变得好像是一面面的千道墙一样啊。这个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这个令人气愤的画面，来看。是呼吁大家尽量要保护植物，爱护环境。看到这些原本碧绿秀丽的仙人掌变得满目疮痍啊，实在让人觉得是既心疼啊又惋惜啊。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个多肉植物被人为的刻字破坏的情况。比如说，前不久在上海辰山植物园沙生植物馆里边，像一些什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啊，龙舌兰呐、啊还有这个芦荟啊等植物是惨遭毁容。你看这个字儿写的，刻得非常的清楚啊，叶子上被刻上了各种的人名，还有文字等等啊。在这个海口火山口公园里边啊，无刺仙人掌叶呢被密密麻麻的是刻满了字儿啊，有的名字呢也有祝福语啊。既有名字也有祝福语，而且这个字体的是歪歪斜斜，或大或小，刀痕深的页面呢是已经枯死了啊，那么刀痕浅的页面呢也已经结痂了。这个植物被刻字啊，不仅是影响到游客观赏美景的心情，更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植物的生长周期啊。刻上的是字儿啊，绣的是什么？是丑陋，掉落的是素质，还有文明。不仅仅是这个多肉植物，近年来因为游客的不文明的行为被刻字毁容的植物还有不少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参天大树啊，这个可能躲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没有躲过被刻字的厄运啊。这些参天大树难逃被破坏的命运。2017年12月，有媒体曝光啊，说辽宁沈阳一个公园的旁边近百棵杨树被刻上了秀恩爱之类的文字。你说你秀个恩爱，你上哪儿秀不行呢？你非得去拿个刀去刻这个树吗？秀你的恩爱吗？就那么值得秀吗？我们一块来回顾一下。都是有的搞对象呢，有的学生嘛，走这个男女，他就在这样刻个字留个纪念的，写诗的，写名的，留念的，画符号的，啥都有，心里想啥就磕啥呗。这个树本身就是靠这个皮才能生长的，没有皮了它不就死了吗？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树也是一种生命，不应该在其他生命上发泄自己的想法之类的。
听到刚才这个采访了吧？这大哥说了啊，刻字呗，想啥刻啥呗，是吧？想这个刻恋情就刻恋情，想一首诗就刻一首诗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树啊，这个皮啊，你这么刻来刻去啊，最后把这个树给刻死了啊！光图一己私利啊，让自己得到一种情绪的宣泄和释放。你考虑过那些树、那些植物的感受了吗？要不说现在这个自私的人嘛，啊，除了这个刻字之外，一些不文明的游客可以说为了一己私利，还会用其他的方式做出伤害植物的行为。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例啊，就是在2018年的11月份，在福建南平的一个景区，有两个女子啊，为了拍出美美的照片啊，估计得发到朋友圈秀一秀，怎么办呢？就疯狂地摇晃这个银杏树。我们知道这个银杏树的树叶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形状很美啊。他们俩为了营造那种效果，哗，使劲在摇这个银杏树，这个树叶被摇的是满天飞呀。各位，我们去看一看吧。玩的季节，很多人去观赏游玩的。这有两个游客，为了有更好的拍照效果，就去摇晃那个银杏树。工作人员就遇见了这个情况，当场制止了，对他们进行了这个提醒教育，他们也认识到这个错误。刚才第一个镜头大家看到了吧？果然就是在那儿发朋友圈呢，在那儿炫耀自己的这个美景呢。可你这个美景是怎么来的呢？看了这个画面，我都觉得触目惊心啊！一边在那啊，就是喊着，一边疯狂地摇晃这个树叶。哎，大姐，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时候考虑过树的感受吗？对不对？你光想看美景了啊？这花草树木啊，为大家创造的是一个优美的环境。那么，相信谁到这样的环境里，都会感到心旷神怡、赏心悦目啊！不管是在植物上刻字儿，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破坏植被，既有碍他人欣赏，逾越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更主要的是，如此毁容会加速这个花木的衰老。有些损失呢，是没有办法拿金钱来计算和衡量的。面对这些不守规则、不讲文明的行为，除了景区要加强监管、劝阻以外，必要的时候，我们说法律也应该行动起来啊，对个别的这个害群之马要给予严惩。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是呼吁大家，我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对于各种各样的这个花花草草、花草树木，各位一定要手下留情啊！啊，一旦发现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么任性的游客，我们也应该第一时间上去制止他啊！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你还可以向相关的管理人员去举报啊！这是一个守法、守德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啊！哎呀，好了，各位，我们来看下一条啊。最近呢，深圳海关隶属的沙头角海关查获了一宗走私案件。1月7号的下午，在沙头角中英街出入境岗亭换班的时候，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准备是趁机啊要蒙混过关溜过去。不过呢，这个过程当中触发了海关系统的警报，这个车主啊他并没有避开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去看一眼。但是在这过程当中触发了我们的海关系统的警报，随后我们的海关官员随即对该车辆进行了控制。透过我们的车窗玻璃可以明显的看到，该轿车的后排座椅上面放着两大塑料袋洗发水。整整齐的放着154瓶圣罗兰的香水。在经过对车辆进行进一步检查，又在该车的驾驶座刹车板的左侧发现了一个紫色的袋子。经过开袋查验，发现里面装着有60部苹果手机，其中香水是收取别人300块钱的代工费，而手机是每部30块钱带往其外，总共收取了2100块钱代工费。我们看到这个海关官员真的是火眼金睛啊！你想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来玩走私的小花样，
这个是行不通的啊，因为贪图这个代工费啊，然后就不惜铤而走险去帮人家带货来闯关，那最终呢可以说是自食苦果，而且还影响到以后自己的生活和这个出入境啊，实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得不偿失，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干的。好了，各位，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说到这个非常美味的食物，你会想到什么？反正我是会想到鱼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鱼。但是我吃鱼的时候呢，经常会被鱼刺卡到喉咙啊，这很麻烦。我是大大小小可能有卡过三四次啊。哎，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是不小心被这个骨头或者是鱼刺卡到了喉咙的话，不少人第一时间呢都会想到用这个土方法来应急啊。有什么土方法呢？比如说这个硬吞几口大米饭啊，一大坨米饭吞下去把鱼刺带下去，或者呢是多喝几口醋，因为老人说了喝醋呢可以软化这个鱼骨，然后自己就掉下去了。各位，我想说的是，你知道吗，这样的土办法很有可能啊，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还会酿成大祸。最近湖南长沙有一名男子在吃饭的时候就不小心被一个很小的骨头给卡住了啊，当时呢他就用了土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喝了醋啊，希望能够软化这个小骨头啊，而且呢还去打了消炎针，结果却把自己啊置身于危险当中了。我们来看一下。上段有一个这个异物，大概有3公分。我是天水，我跳槽啊，所以我一下就下去了，病人没事，搞得放疼大，跳的像晕晕了是吧？哎，一直讲我以为是给他刀，给他喉咙，可能是那个，可能发布的话晕了，打了3-4天的吃药。他这个确实还有一定危险，因为他这个时间太长了，有10多天了，食道就是左边还有主动脉，食道穿孔就会穿着这个纵隔啊。还有动脉啊，这些引起自己的生命危险。看到了吧，各位，一旦被这个异物卡住啊，像喝醋这样的土方法，不仅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还可能会加重这个症状，甚至呢会危及生命。所以在这儿啊，也要给大家来提个醒，一旦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异物啊给取出来，切不可自行用土办法来处理。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早晨呢，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地被大雾笼罩，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50米。中央气象台昨天呢升级发布了大雾的橙色预警，受到大雾的影响，多地交通受阻。天津从11号晚间开始出现大雾天气，昨天早上津南区、静海区和滨海新区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市区道路上行驶的车辆纷纷打开雾灯缓慢行驶。昨天早上途经天津的各条高速公路入口临时封闭，机场航班也一度不能正常起降。昨天凌晨5点，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红色预警，个别地点能见度不足50米。截至下午1点半，衡水、邢台、邯郸的高速仍处于关闭状态。交警部门启动恶劣天气一级应急预案，增派警力指挥交通。受大雾影响，多地高速路上出现交通事故。沪渝高速仙桃段一大桥上，昨天上午发生一起3车追尾事故。由于桥上没有应急车道，高速交警只能站在中央隔离带上挥舞标志筒，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防止2次事故发生。安徽阜阳昨天早上也遭遇强浓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米，省内12条高速的多个入口一度关闭。由于气温较低且大雾持续，阜阳城区内部分桥梁路段道路出现结冰，从早上7点到9点，2小时内就发生了几十起交通事故。同样受浓雾冰冻天气影响，昨天上午安徽霍邱县境内一大桥路段20多辆汽车发生连环相撞事故，造成2辆汽车起火，2名司机受伤，事故造成近3公里道路出现拥堵，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事故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了解，事故主要原因是道路结冰，加之雾天能见度低，驾驶人员没有按照交通规则减速慢行所致。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多地出现大雾的天气，而在重庆潜江的高海拔山区，还有内蒙古科左中旗出现了冰挂和雾凇的景观，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重庆潜江海拔1500多米的三塘盖看到，大片的冰挂附着在悬崖峭壁，山泉水从山石间隙渗出，形成了冰挂和冰柱。这些冰挂最大的直径超过了15厘米，小的也如成年人手指般粗细。在薄雾弥漫中，冰挂若隐若现，千姿百态，让人仿佛置身于粉妆玉砌的世界。一路前行，群山之间变得银装素裹。由于山间气温降至零下，加之湿度较大，还出现了雾凇景观。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草木枝叶被冰花层层包裹，晶莹剔透的雾凇挂满枝头，似鲜花绽放，争奇斗艳。在内蒙古科左中旗，由于温度低，空气湿度大，昨天也出现雾凇景观。科左中旗宝康镇路边的树枝上结出了一层层晶莹剔透的冰花，许多漫步在街头的居民都被这大自然赠予的礼物所吸引，纷纷用相机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现在呢，已经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节了。那么随着天气的转暖啊，流感疾病呢也开始猖獗。国家流感中心本月4号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大多数省份都已经进入到了2018至2019冬春季流感的流行季节，且活动的水平呈现出上升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周，南方省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占就诊总数的百分比为4.8%，高于前一周的4.4%，低于2018年同期水平的6%。北方省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占就诊总数的百分比为5.3%，高于前一周的4.7%，低于2018年同期水平的5.7%。记者在各地医院走访的时候，就发现呼吸科门诊就诊人数和平常相比明显的增加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广东和山东这一南一北两地医院的情况。上午11点半，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门诊候诊区内，很多家长带着生病的孩子正在候诊。今年的感觉流感的那些孩子不一定个个都很明显的打喷嚏、流鼻涕，就有些就单纯发烧厉害的，有肌肉酸痛的那些。据了解，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目前已经启动了儿内科门诊高峰应急预案，增加儿内科门诊出诊医生，也增加了儿内科专科病房。记者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根据监测数据，目前广东已经逐步进入流感高发阶段，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此次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会维持在较高水平。看到的主要是以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为主，那在今年小学爆发是比较多的，但目前来说，随着学校放假，那这种爆发会逐渐减少。宋铁表示，此次流感从病原学分析表明，并未发生明显变异，现有的流感疫苗具有良好的保护性。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流感患者比以往有所增加。为应对流感高峰，山东各大医疗机构增加值班医生数量，加班加点为患者诊治。在门诊上加强对一些流行病学的筛选，看看它是普通感冒还是流行性感冒，如果是是甲流和乙流，要进行隔离或者转到专业的病房、专业的医院，抓紧早期的排查，它做到早诊断、早放置，患者的一个疾病的转归有一定的好处。专家建议，家庭成员中出现流感患者后，要注意隔离，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同时做好家庭的消毒通风。进入到了流感的高发期，如何应对显得很重要，因为防比治更重要嘛。专家就告诉我们，首先你得正确认识下面的这些常见的误区，就需要格外警惕。误区一，今年的流感比往年更严重。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监测数据，当前我国流感整体活动水平低于去年同期，并且将从本月下旬开始呈下降趋势。误区二，今年流感病毒变种容易引起并发症。这两天，不少家长都因为今年流感病毒转向攻击孩子脑部的新闻而坐立不安。中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各地尚未发现流感病毒的变异。而患流感后会不会得并发症，既要看患者自身的抵抗力，
也要看病毒的威力。一般来说，流感有可能引起肺炎、心肌炎或者包括脑炎在内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这并非今年的新情况，无需过度恐慌。不过这五类人还是要格外注意，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流感并发症，属于高危人群。误区三，身体强壮的人就不用害怕流感。身强体壮、抵抗力较强的人，不要认为自己得流感的几率较低，就不注意休息和防范，使病毒也有趁虚而入的机会。比如过度疲劳、饥饿或大量出汗后浸湿衣物等。而在流感并发症中，心肌炎在身体健康的青壮年发病率反而更高。误区四，流感当作普通感冒来治疗。普通感冒症状轻微，多以咽痛、咳嗽、鼻塞等呼吸道症状为主，而流感还会伴有高热、胃寒、头昏头痛、肌肉酸痛等，并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出现感冒症状，应及时去医院检查确诊是不是流感，对症下药。误区五，依靠醋熏等偏方防流感。为了预防流感，有人在家熏醋，医生表示醋酸只有达到一定浓度时才有杀菌的作用，而且流感病毒并不是细菌，用醋酸根本无法杀灭。盲目熏醋还会让气管炎、肺气肿等患者的病情加重。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都说腊八腊八冻掉下巴啊！天气方面真的会有大降温来袭吗？具体情况我们请气象主播来介绍一下。早上好，丛林。早上，龙阳。冻掉下巴这个比喻很形象的说明了常年腊八节前后咱们国家大部分的气温水平都不高，但是今年很不准哈，因为目前咱们国家普遍的气温水平都是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的，特别是东北、华北偏高程度明显，比如说昨天东北的吉林、辽宁不少区域最高气温甚至是升到了零度以上，比当地常年的一月中旬的平均最高气温是高了十度左右。而今天的冷空气确实会有哈，也会有降温，降温范围比较集中的就是在气温偏高的东北、华北这里，普遍的降幅呢是在2到6度，虽然说降幅不大，但是能把偏高的气温往下稍微拽一拽啊，也是好的。与此同时呢，在西部地区这些蓝色的区域呢，也会有2到6度不等的降温。其中呢，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之下呢，会给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这里带来降温。这股冷空气需要关注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一会儿再提。除了以上提到降温之外呢，其实在今天全国更多的区域哈，这些黄色的地方还是升温为主的，所以呢，整体来说很多地方的气温感受要比昨天更加舒适一些。而到了明天，刚刚提到那个西边那股冷空气会继续的迅速向东扩展，长江以北的会有很多地方明天都会迎来明显降温，特别是内蒙古、青海、甘肃这些深蓝色的区域明天降幅甚至有将近10度，可见这股新的冷空气还是很强的。而后天呢，降温的区域还会继续的向东向南扩张，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南方的江淮一些区域后天降温幅度都会将近有10度左右。而经过这次降温之后，北方大部的气温呢会陆续的回落到常年同期水平上下，比如说城市当中的哈尔滨、长春今天最高气温-6度和-2度，但是到了后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10度，甚至是-10度以下了。另外像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今天气温还可以，但是你看一下这四个城市后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0度左右。所以要提醒北方的朋友哈，今天虽然说腊八节不是很冷，但是明后两天北方的气温还是会多降一些，要多穿一些了。说到这个北方气温多降一些，在西北边不光是气温会下降，而且还会有雨雪需要关注。比如说兰州今天晚些时候就会降落小雪，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7度。而明天呢，小雪还会继续啊，冷空气影响之下呢，明天最高气温兰州可能只有0度左右。后天呢，雪会停下来，但是后天早晚的最低气温还会继续的走低。所以下完雪之后气温又低，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道路结冰的情况了。总的来看呢，今后几天北方大部都会变冷，也该冷了。龙阳，刚才你说到冷空气很强啊，那西北还会有雨雪到来，那么其他地方的雨雪会增多吗？没错，现在冷空气确实会使得这个雨雪的范围明显增多，这个增多的趋势主要是从明天开始的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今天吧，今天呢会下雪的区域呢，主要是在
新疆北部和南部、西藏的西部和东部、青海的这些蓝色区域，普遍的都是一些小雪为主。而下雨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南方的江南、华南这些区域了，强度呢都不大，都是一些小雨为主。除此之外呢，北方大部和南方的东部不少地方都是晴或多云，有利于出行。而明天呢，就像刚才罗阳提到的一样哈，新冷空气到来之后，这个雨雪的范围确实会显著增多。比如说明天，首先在东北边，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这些区域呢，会下一些小雪。同时呢，西部像这大片区域也都会下起雪来，普遍的是小到中雪为主。降雨方面，明天南方的范围也会明显扩大，长江中下游沿线会再度的被雨水覆盖，也是小雨为主。城市当中，像武汉就非常典型，预报的就是明后两天都会下雨，气温呢也会逐渐的走低，特别是明天下周二的夜间开始哈，最低气温会陆续的降到0度以下。你想下完雨之后又是0度以下，就很有可能会在早晚的时候出现那种道路结冰的情况啊！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们务必要特别注意了。说到交通出行，随着明天大范围雨雪的来袭呢，像赫大、连霍、杭瑞高速都是有不少的路段会见到雨雪，驾车经过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了。后天呢，北方的降雪会明显减少，而南方依然会难以摆脱大范围雨雪天气的这个袭扰。大后天下周三，南方的降雨范围会明显的缩小一些，不过呢，在江南华南不少地方依然会有雨，特别是局地16号的时候甚至还会有中到大雨。预计哈，要到下周四南方大范围的雨雪呢才有望明显的减退。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天气内容，再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国巴黎市的爆炸事件。当地时间的12号上午，巴黎市内的一个面包房发生了爆炸。据法新社最新消息呢，爆炸事件已经导致2名消防员殉职，1名西班牙游客死亡。根据初步的统计，这起爆炸已经造成40多人受伤，其中10人伤势十分严重。综合外媒报道，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巴黎市中心的一个面包房，事发地点靠近老佛爷百货等商业区。巴黎检方表示，爆炸很可能是天然气泄漏所致，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确认事件原因。而据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证实，当天早晨8点半左右，消防员接到报警，称出事建筑物内发生天然气泄漏。在消防员赶到后进行检查的过程中，爆炸发生了。事发时，附近的人听到巨大的声响，随后现场燃起熊熊大火，多个建筑物的窗户被震碎，街道内飘出浓烟，空气中弥漫烧焦的味道。En passant devant la porte d'entrée, j'entends une grosse explosion, beaucoup de pression devant, vers moi, des vitres, parce qu'il y a pas mal de vitres, des gravats qui tombaient sur moi, le toit qui tombait sur moi en même temps. Et après, j'ai rien compris, donc j'ai eu le temps de me baisser et me protéger. Donc j'ai reçu des dégâts. Là, c'est un peu sèche, je vais me laver un peu, mais j'ai eu pas mal de sang, donc au niveau du cou, au niveau de la tête aussi. Donc, du coup, voilà, j'étais suffoqué à cause de la fumée noire, donc je n'avais pas de notion où j'étais. Donc, du coup, j'ai juste le temps de penser à sortir. Ça a cassé tout dans le passage. Après, j'ai entendu des cris, et les gens qui se parlaient, qui se demandaient si ce n'était pas un attentat ou quelque chose comme ça. Et quand on est sorti, il y avait tout. Toutes les vitres étaient cassées, les gens qui criaient.事发后，有近200名消防人员到现场展开救援，30多辆消防车也加入灭火施救工作，还有2架直升机抵达现场搜寻受害者。目前，消防人员已经陆续从建筑物中救出受伤人员，但2名消防员因公殉职。爆炸现场附近居民和游客面临无处安身的问题。巴黎市市长表示，市政府已经启动了接纳系统，为流离失所的居民和游客提供帮助。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馆的消息，目前没有接到有中国公民在这次爆炸事件中伤亡的报告，使馆将密切跟踪事件进展。
也门安全部官员12号称，南部亚丁一家炼油厂11号晚因油罐爆炸引发的大火依旧没有被扑灭，而且在当地时间12号傍晚，大火又引发了附近另一个油罐的爆炸，造成了工人和消防人员等15人受伤。据目击者的描述，炼油厂所在的整个地区都能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依旧在全力灭火当中。亚丁市官员表示，这家炼油厂油罐爆炸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正在调查当中。视线再转向美国，美国东部时间12号0点，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的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进入到第二十二天，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迎来了史上最长的停摆。约1/4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从去年12月22号凌晨开始陷入停摆，约80万联邦政府雇员被迫无薪工作或被政府强制休假，不少政府雇员及其家庭因为失去收入正面临财务乃至生存困境。近日，受影响的政府雇员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市等地举行抗议。美国多个工会组织还就停摆对联邦雇员的影响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刷新时长记录，而美国民航部门人士提醒，停摆如果继续，可能严重危及民航安全。按照美国多家民航工会的说法，运输部下属联邦航空局负责客机状况检查的雇员多数进入休假状态，民航安全报告和监督系统相当于暂停运行。此外，地面控制中心当值人员减少，机场安全检查人员减少，不少航班被迫取消等等，这一系列现象都令人担忧民航安全大打折扣。自停摆以来，白宫和民主党人进行了多个回合磋商，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还导致局面更加僵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不会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如果国会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他才会动用总统权力。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西部地区遭遇到冬季风暴的袭击，风暴带来的降雪天气给当地的交通带来了影响，造成多起道路交通事故，数人在事故中死亡。美国气象预报机构称呢，预计周末会有更多的地区受到暴风雪的袭击。12号，袭击美国中西部的暴风雪继续肆虐，并延伸到爱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部分地区。降雪天气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道路瘫痪，事故频发。在密苏里州，至少有3人死于与暴风雪相关的交通事故。在美国圣查尔斯和圣路易斯地区，公路交通也受到影响。圣路易斯应急管理部门官员表示，预计当地还会出现电力中断的情况。另外，降雪天气还影响到美国中西部的多个机场。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信息显示，受降雪天气影响，密苏里州取消了数十架次航班。11号，全美国有1431架次航班被迫取消，上万架次航班延误。美国气象报告机构称，这个周末随着风暴继续向东移动，美国中部部分地区的积雪可能超过40厘米，东部华盛顿地区的积雪有可能达到10厘米。不过，美国东北部地区将躲过此次冬季风暴袭击。陕西神木市今天凌晨通报，2019年1月12号16时30分，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井下发生冒顶事故。经核查，当班入井矿工一共87人。事故发生之后，66人安全升井，21人被困。那么截至目前呢，被困的21人当中，已确认19人死亡，其余2人正在全力搜救当中。事故发生之后啊，神木市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包括矿山救护队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在现场救援。陕西省政府相关负责人已经带领相关部门赶赴现场来指挥救援。事故救援、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等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应急管理部立即部署了救援工作，协调当地政府和救援力量全力以赴抢救被困人员。同时呢，国家应急管理部派出由副部长、国家煤监局局长黄玉志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那么今天凌晨的5点钟啊，记者呢是到达了发生事故的百吉矿业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的门口。那我是今天早晨5点左右到达的这里的，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被允许进入到救援的核心区域，所以呢，目前救援开展的这个最新情况呢，还不太了解。那我们也在和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呢，积极的沟通，争取早日进入到这个核心区域去了解最新的情况。那大家在你身后可以看到，这几栋楼呢，就是这个百吉矿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楼。那之前这个楼体上是有百吉矿业这4个字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不到了，这个灯灭了。另外我们在现场了解到这个情况呢，刚才我在这个现场这1个小时的时间，大概看到了4辆矿山这个救援队伍的这个车辆进入到了这个百吉矿业内部，所以这里面的具体情况呢，一会儿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但是我们从今天凌晨，神木市政府发布的一份这个事故情况的通报说明来看的话，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是，那这起事故呢是在昨天下午的4点半发生的。那当时井下一共是有87名矿工在进行作业。那事故发生后呢，其中66名矿工是成功升井，有21名矿工被埋井下，那其中19人遇难。那这2名矿工目前的还在井下，救援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中。那这2名矿工的这个年龄等等其他的具体信息呢，我们也在这个现场和这个当地啊，还有百吉矿业呢积极的沟通，来了解这2名矿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情况，还有他们救援开展的一种方式。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门口现在有这个警戒人员在这里警戒，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车辆在进出这个百吉矿业。但是目前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在现场还会继续的坚守，会持续的来这里守候和等待救援的最新消息。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山东。1月12号上午10点半，一艘韩国济州籍液化气船在东引港附近的海域出现了液化气泄漏，船上装载液化气1850吨，船上有人员15人均为外籍。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啊，山东省和东营市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迅速开展救助，并且呢与韩国有关方面沟通对接。截止到12日晚上11点钟，该船状态稳定，经连续监测相关的污染物的指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的标准。我们来看下一条，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啊，昨天中午12点32分，在新疆喀什地区舒富县北纬39.57度、东经75.59度发生了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20公里范围内有2个乡镇，人口数约8600人。地震发生时，喀什地区及周边阿图什市等地有明显的震感，其中喀什市震感强烈，居民家中的电视机、水晶灯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晃动，个别小区的供电一度中断。目前呢，当地暂未接到地震灾害影响报告。喀什及克州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集结待命当中。新疆铁路喀什公路段迅速启动了地震的应急预案，现场检查铁路设备，确保列车运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1月7号，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黎城卫生院发生口服过期疫苗事件的后续进展。11号晚上9点40分，金湖县人民政府针对口服过期脊灰疫苗事件作出了回应。通过对接种儿童家长的逐一电话排查、上门巡查，截至到9号下午4点，确定了全县145名儿童接种了过期脊灰疫苗。根据金湖县的公告啊，当地表示，针对部分家长反映的除脊灰疫苗外，还查询到其他的疫苗批号过期以及查询不到等情况。金湖县卫计部门调查发现，2016年底，国家强制要求登记疫苗批号信息，而在此之前，疫苗接种信息系统平台中的批号因为更新不及时，导致了实际接种的疫苗批号与接种信息系统平台中的批号不一致。家长，特别是大年龄组儿童家长，依据接种信息系统平台内的批号查询，就会出现过期、无信息等情况。目前，当地已向上级请示成立专门调查组，对群众反映的账卡不符、批号不符、厂家不符、品种不符等问题进行全面公正排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与此同时，经淮安市、金湖县两级纪委监委决定启动问责程序。目前呢，已经有17人被处理，其中对金湖县副县长高昌平立案调查，对金湖县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陈化，县卫计委党委副书记邱永富，县卫计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杨志立案审查。
对包括黎城卫生院院长汪红在内的13人分别予以立案调查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处分，下一步将根据后续的调查情况对其他的涉及人员依法依纪来追究责任。好，我们换一个话题来说点轻松的。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我们中国人呢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说法。那对于杭州人来说啊，腊八节喝一碗腊八粥是正式揭开准备过年的序幕传统习俗。每到腊八这一天呢，大街小巷的社区机构还有寺庙都会熬制各有特色的腊八粥送给来杭州的人品尝。我们的央视记者贾琳呢现在就在杭州的河坊街派粥点，我们请他来带我们一起去喝喝粥。贾琳你好。我们看到现场排队的人很多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你好主持人。是的，我相信大家通过画面也看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在杭州最传统的腊八粥派粥点之一的河坊街。虽然现在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腊八粥派粥点，可以说在家门口就能喝到腊八粥，但是熬夜来排一排队到河坊街领一碗腊八粥早就成了很多老杭州的一个传统。今天呢可以说是寒冬腊月，天气非常的冷，温度只有4度左右，但是如果你问我现在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一个字儿，热。这个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当然是热闹。我们现在所在这条街呢长度有480米，是一条仿南宋风格的一条古街。现在这条街上已经排了400多米的队伍，在河坊街这里准备了50000碗左右的腊八粥分给南来北往的人们。很多人呢甚至非常的疯狂，都是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开始连夜排队了，特别是最开始的几位啊，我刚才拍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画面中最前面的这位阿姨，李阿姨已经64岁了。她昨天晚上12点半开始就在这里排队了，一直排了6个半小时，今天晚上7点钟领走了第一碗腊八粥。李阿姨告诉我啊，虽然排队非常的辛苦，但是在这里的话也是图一个平安吉祥这样的一个好彩头，所以也值了。而且她告诉我，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最早排队来领粥的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在一起呢也有话题聊，这一晚上啊过得并不觉得无聊。第二个热，我们要说的是热腾，大家可以看一下，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从这个我们这个锅里面冒出来这个烟气就能感觉得到它的这样的一个热。来，我们打扰一下，哎，能帮我盛一碗吗？好吗？盛一勺子就可以，好吗？谢谢啊。嗯，好，谢谢您。我来先替大家尝一下，大家看一下，热气腾腾的，嗯，食材非常的粘口，真的是非常香滑软糯，感觉像所有的食材啊就在你的口腔里面在做一个选美大赛，所有的食材都可以说是争芳斗艳，来吸引味蕾的一个注意。而我们要说的第三个热呢，就要说的是热情了。腊八粥这样的一个传统呢有很多种来源的说法，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就是说，在古时候因为天非常冷啊，冬天，所以有很多的好心大户人家呢选在腊八这个时候来开门派粥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久而久之的话演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现在河坊街的腊八粥派粥呢已经持续了整整18年。在最后的话，我们也用这样的一碗腊八粥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腊八节啊，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随着腊八的到来呢，中国的年味儿是越来越浓了。而在这一天，许多家庭呢都会熬制上一份腊八粥，迎接腊八节的到来。很多地方也会举办特色的腊八活动。我现在呢是在秦皇岛市北戴河艺术村落的一所艺术院内，在这里啊，市民们正在认领食材，学习传统民俗制作腊八粥，希望他们过一个吉祥如意的传统佳节。记者看到，在活动现场摆满了做腊八粥的食材，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围坐在台子前，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各种食材的作用，了解腊八节的由来和习俗。想让孩子了解一下咱们的那个传统文化，了解一下腊八这个习俗，这腊八都要干什么呀？比如说咱们喝腊八粥，这个腊八粥都用什么做的呀？关于腊八有什么那个小故事啊之类的。
据了解，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传统的腊八节。腊八节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喝腊八粥来庆祝丰收。腊八粥又叫七宝五味粥。清代营养学家曹燕山撰写的《粥谱》中提到，腊八粥能够调理营养，易于吸收，有和胃、益肾、利肝等作用，更是食疗佳品。此外，腊八这一天也传递着进入年关的信号，家家户户开始忙过年了。在安徽肥西县，伴随着大鼓铜锣、彩汉船、舞龙这些年俗表演的鼓点，一年一度的肥西年货节在三河古镇开场了。虾米、酱干、黑猪肉、点心、桑葚酒，这些年味十足的美食琳琅满目，就连茶叶、调料、米面油也都是应有尽有。除了热闹，这场年货大集专门设置了扶贫特色展区，展销的都是来自肥西县各个贫困村的农产品。趁这个政府举办的这个平台，也希望大家能够欣赏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腊八作为传统节日啊，自然少不了一碗腊八粥。为了迎接这个节日呢，让旅客在途中能够提前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在一些列车上还开展了腊八节的主题活动，给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不少暖意。快12814列车的餐车装扮得喜气洋洋，旅客们围着餐桌体验亲手制作腊八蒜。按照习俗，腊八醋泡大蒜要一直泡到大年初一。初一吃饺子要吃素馅儿蘸着腊八醋，取的是一年素素静静的意思。不知道腊八蒜、腊八粥有那么多的讲究，就多了解了一个传统文化。年味儿要从一碗腊八粥开始。腊八不仅要腌蒜，更重要的是要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车上的厨师特意熬制了浓香的腊八粥。旅客充分的认识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再一个也是我们想给旅客在回家的旅行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而在从呼和浩特开往昆明的快6914列车上，列车人员为旅客讲述腊八节和腊八粥的由来，并且拿出用来制作腊八粥的八种原料让大家竞猜。竞猜过后，一碗碗热腾腾的腊八粥端到旅客的面前，就像浓浓甜蜜的腊八粥一样，大家喝粥的同时更多想到的是故乡和亲朋。我是1978年出生的，正是改革开放那一年，现在就是感到这个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那个年代吃这个粥是那会儿都是梦寐以求的。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啊，在腊八节这一天，我国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有喝腊八粥、吃腊八蒜的习俗。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你的家乡还有哪些不一样的腊八节的习俗吗？俗话说呀，这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了。腊八来了，春节的脚步真的近了，你期待吗？今年春节你是踏上旅途奔向故乡和父母团聚，还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又或者是在鞭炮声中坚守工作岗位呢？欢迎各位通过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微信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摇动手机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每天我们都有50本好书免费相送。那么近年来啊，这个旅游过年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一个选择了。眼下呢，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目前旅游市场的预订情况如何呢？价位又是怎么样呢？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目前各类境内游、境外游产品已经进入了预订高峰期。境外游方面，一些气候温暖的东南亚线路、热带岛屿成了游客主选。春节期间嘛，东南亚那边的温度会比较适合出行。这个巴厘岛年初六的时报名的名额都已经满了。此外，北上赏雪、南下避寒的境内游也是春节旅游的主流。除了哈尔滨、北京、海南三亚等常规的热门旅游城市外，一些刚开通的景点如港珠澳大桥也成了游客的打卡之地。在价格方面，春节期间的出游费用依旧延续往年的高位。平时的话，普及的价格是在一个3000多，但如果是在寒假期间，在春节期间呢，价格会在5000多，春节呢会到6000到7000。
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机票和酒店价格不同，再加上春节期间人工服务费有所上调，所以整体价格水涨船高。不过二月下旬费用将会明显回落，建议游客错峰出游。像春节撞上寒假的这个假期里面呢，价格会比平日上调30%左右。在这个春节过后呢，会回落10%，然后在2月26日，之后呢，就是寒假结束之后呢，价格又回落20%，就回到平期的这个价格。在山顶开干啦，那样风格都中意嚟游转，去七国啦，或者喺北京啦，佢沿途个个嗰个段时间冇能改啊，冇能人多就系。临近春节，很多餐馆的年夜饭已经进入到了预定的高峰，甚至是一桌难求。而外卖年夜饭也成为了不少家庭啊，在今年的新选。在广西南宁的一家饭店，厨师们已经开始在为今年的大盆菜做准备。根据目前接到的订单来看，预计今年春节期间的销量将超过去年的1000多盆。18年前，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个外卖的服务，从刚开始的一只鸡、一只鸭、一份扣肉开始做这一个外卖的服务。这家海鲜饭店的大盆菜既有酿菜为主的100多元品种，也有全是海鲜的接近800元的豪华锅。今年餐厅新推出了生料锅，打包回家，直接连着锅和搭配好的汤料一起煮，就能享用更新鲜的菜肴。记者了解到，今年南宁有不少酒楼、餐厅都推出了这样的盆菜打包服务，有些饭店的盆菜还通过网络销售收获了不少订单，还有一些餐厅网店凭借创意年夜菜品成了当地的网红店，可供消费者自由搭配的年夜饭套餐也是订单满满，光是鸡都被预定了近100只。面包咖喱牛或者是野果鸡都是比较本土或者比较创新的一些菜品，除了菜品之外，他会拿一些我们特制的老友酱和海鲜酱，会拿回去做菜也好，拌粉啊什么也好。虽说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已经降到了零下，但是山西永济市的香椿种植大棚里边却是春意盎然，一派繁忙的景象。采摘、称重、运输，这里的红油香椿因为香味浓、耐运输等优势，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走进永济市韩阳镇的香椿种植基地，虽说这里的香椿刚成熟，订单却不少，农户们连续采摘以满足订单的需求。一天能摆200多斤香椿，订单特别多，货供不应求。温室内一排排香椿树顶上齐刷刷地冒出一个个香椿嫩芽，仔细看香椿叶子就像敷了一层油一样，特别亮，而且呈现红色，所以取名红油香椿。种植户告诉记者，像这样叶子越亮越红的香椿越好，价格也越高。今年这个香味效益特别好，今年现在已经卖到30多块，去年比去年上涨了10块左右。什么原因导致价格上涨呢？据了解，品质提升、货源紧张是拉升香椿价格的主要原因。质量好了，这价格就提升了。其实呢，今年还一个原因就是在有的好多人进棚进的晚了点，现在是今年的气候低，现在好多棚还没发芽，市场断货，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据了解，永济地处中条山前沿，临靠黄河滩，光、热、水、山地资源都非常丰富，具有种植香椿独特的地理优势与条件。此外，这里的香椿比其他地区早上市4个月左右，搭乘春节的快车，价格可能还会上涨。咱们这香椿特点就是香味浓、耐运输，刚好赶到春节上市，这个价格一直往上涨。咱们这香椿主要销往北京、上海、西安、天津各大城市。去年12月28日，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钞开始办理预约兑换。那么截止到目前，第一批次已经完成了兑换。那么这一次纪念钞发行了1.2亿张，全国兑换率达到了87.9%。近日啊，记者走访了邮币市场，了解到70周年纪念钞也成为收藏市场的关注焦点，尤其是连号纪念钞走俏，100张连号钞的价格上涨了1倍。
这是央行成立以来发行的第五张纪念钞，面值为50元，它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比上一次来说的话，它发行面值变成50元了，然后面值比较小了，然后发行量也小了。我之前已经兑换过一部分了，所以这部分呢，我就准备拿到收藏市场上去卖掉。55以上，我觉得应该我就可以接受。记者从北京一家邮币卡市场了解到，市场对于70周年纪念钞的发行非常关注，近期的交易也比较活跃。这里的很多商户都打出了高价收购70周年纪念钞的告示。商户表示，目前普通号码的纪念钞零售市价每张55元左右，较面值溢价约10%。由于此次发行的纪念钞编号大多是随机的，所以尾号相连的10张纪念钞，也就是标准10连较少，而尾号相连的100张纪念钞更是不多见。因而，连号钞的价格上涨更多，标准10连的市场价格根据整体号码吉祥的情况，基本在600元左右。100张连号钞的价格在10000元左右，涨幅约100%。一些特殊量号纪念钞的价格则已经翻了数倍。就是三面相同的话，叫豹子号，豹子号。然后如果你要是能成一组的话，10张的话，它的价格可能还会翻倍。目前像这组的话，我们市场价，大约在4000左右。100张里面有一张号，也就是说，要想把这一组要完成的话，最少需要在1000张里面能挑出这10张。如果第二批发行出来的话，还是这像这种一机滚里面没有一个标准百联的话，这种百联的还会在10000多到20000。今天百联的在8000多就买几刀吧，就刚才这一刀我都跟他准备谈好了，准备买。看来近期人民币70周年纪念钞的市场价格上涨不少。那面对不断升温的纪念钞，哪些因素才是决定纪念钞价格的关键呢？什么样的纪念钞才具有收藏价值？钱币市场还会不会持续升温呢？据了解，建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共发行过5款纪念钞。第一张建国钞发行量6000万张，目前市场价格约为每张240元。第二张龙钞发行量1000万张，目前销售价位在每张1800元左右。第三张奥运钞发行量600万张，目前单张售价达3800元上下。第四张航天钞发行量最大，有3亿张。兑换达1.417亿张，目前价格约为每张101元。业内人士表示，发行量是决定纪念钞交易价格的关键因素之一。物以稀为贵是收藏永远不变的一个真理。这个新钞1.2亿的发行量，虽然说比那个前期的3亿的发行量降低了，但是相对于我们国家收藏纪念钞的人数来说，还是多了很多。在纪念钞数量增加的情况下，收藏者就更倾向于追求珍稀号码的纪念钞。近年来，钱币收藏市场逐渐呈现出上涨趋势，尤其是2018年5月第4套人民币退市之后，再一次拉动了钱币收藏市场。2018年钱币收藏市场上，纪念币的领头产品，1988年发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40周年纪念币。单枚价格从约2800元上涨到约3500元，纪念钞龙头藏品奥运钞的价格从每张约3300元上涨到约3800元。此次70周年纪念钞的发行，对龙钞的价格也有部分拉动作用。不过，业内人士提醒，目前市场只是处于短暂升温的状态，收藏者需冷静对待。目前来说，也属于一个炒作品种。如果纯靠投资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理性投资。市场瞬息万变，谁都不能保证你今天买明天赚还是赔，谁都说不好。这张新钞呢是第5张钞，前几张钞呢市场的热度都没有这么高。目前这个状态呢，大家都在玩这个新钞，我预测呢这个新钞的热度会慢慢的降下来。